萧公曹，你说，现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依我之见呐，萧公曹确实德高望重，咱们沛县上上下下，谁最能为啊？非他莫属嘛。立萧公曹为主事，定能安抚人心。不可，万万不可。 诸位父老，这个头领萧某是万万当不得的。公曹大人，你就不必推辞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你就别再推辞了。不是我跟各位谦让，啊，我是一个勤吏，事已至此也是被逼无奈。如果能活命，谁愿意造反啊？嗯，我等起誓回应张主，事到如今结果当如何还不知道啊。 成了，自然没有话说。不成，那可是三族并诛的大罪啊！侵法科研，我们大家都知道。自己豁出性命去，另当别论。可是，家里的父老子嗣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人，他们有什么错呀？我又有什么办法来保全他们呢？是啊，哎，现在县令已经被杀了。 在座的各位，人人有责，谁也脱不了干系。当务之急是，赶紧找一个担当的。对呀，是啊。诸位，事到如今。 也只有推举刘季来当这个头领了。刘季，哎，不可不可不可！哎呀，鲁莽之人呐，这成不了大事啊！不可不可不可！万万不可！诸位啊，哎，你们听到什么没？哎，外头可都在传呐，刘季乃赤帝之子啊！这话怎么说？我跟你们说啊，当初。 他们在砀山之中遇到一条白蛇拦路，老人们都说呀，白蛇乃不祥之物。是啊，你猜怎么着？刘季见着那白蛇，拔出剑来，咔咔，把这白蛇砍作两段儿啊！哎，这还不算奇的呢，他把那白蛇扒皮抽筋，把裤胆都给吃了。哎呀，这是真的，真的，我看见了。你可真行，真的。 这么晚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徐哥，大家先坐。大家都到齐了，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。哎，还是那个事儿。关于当沛县主公，大家应该都清楚，我们走到这步田地，纯属被逼无奈，没办法了。 可是，事情也有个头。大家说让我当这个沛县主公，我想我刘季何德何能，会不会遭到上天的厌弃呢？可是萧大人又说，这对于我来说这是个机会，对于大家也是个机会。既然 大家有这个心愿，哎，首先说明白，我是不想当的，我是为了完成大家的心愿，这个主公，我干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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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可是，有些事儿，我得提前跟大家讲清楚。首先，无论吉祥成败。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我绝对不会抛弃弟兄们。可是，弟兄们，有一天你们觉得我不能做这个主事，或者是另有贤德，到那个时候，
我自己滚蛋。说好了，你们那个时候可不允许拦着我。啊，不会的，这个不会的，放心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哎，当下最打紧的是安抚好城中的老百姓，让大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。哎，对，肖大人说的很对，首先不许杀人伤人了，对于偷盗抢劫的，必须严惩。哎，肖大人啊，我看出个安民告是吧？当然应该出个安民告示。另外，既然刘季答应当这个主公了，我们又居有沛县，那么以后我们就叫他沛公吧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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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名字好，就叫沛公。沛公，沛公，沛公。哎，哎，明天呢，把大嫂、二嫂都接来，再准备些酒食。我总觉得，我们既然已经起事了，总得有个范式啊！对，应该有个范式。对，对，应该有个范式啊！刘季，有个事我想说清楚。你干和不干我不管，我不想当寡妇。寡妇她还当兵吗？既然大家都那么想让你干，那你就干吧。救了兄弟，还解救了一方父老，你理当落上手。哎呀，这不是我坐的地儿。哎呀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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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那起事了，好像是应该有一点什么祭典吧？吉兄啊，过去周天子祭天用太老，诸侯祭天用少老，我看我们小小的沛县闹不出那么大动静来，又凑不够三升，咱们不如就揭竿为号，祭拜过蚩尤，咱们绕城一周，就算是昭告父老，我们要保境安民。外御秦兵如何呀？哥，肖大人说得好。肖大人呢？不服，刘季我不服，不服，刘季我不服。刘婶，你小子哪根筋不对了？本来我还不在乎，谁当都行，刘季。我不服你！攻打县城的时候，你缩在后面，弟兄们都冲在前头，靠骗术赢的，那赢的也不光彩啊！弟兄们，不是要选一个领头的吗？刘季，你算什么？你是皇帝派下来的县令吗？你手里有印锤吗？你有兵吗？你得意什么呀？
我看这个沛公，哎，也就是萧大人干合适。你胡闹！永成，你小子胡说八道什么啊？净放狗屁！你睁开眼睛看清楚啊！这可都是封乡的老兄弟、老哥们儿，要杀你，比杀个狗还容易。你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啊？告诉你，老虎一只可以占领山头，一群野狗那也是往沟里钻。不服？不服？老子给你干什么事啊？永池，我揍你！别打，帮他们打！别打了！季哥，季哥，正好给兄弟们喝酒助助兴。来，好，喝！来来，干！来，喝喝！我让你，我揍死你！我说弟兄们，我们既然推举季哥为首领，那我们就要一心一意的辅佐他啊，不愿意随从的可以走，只要留下的就是我们的弟兄。我等弟兄若有二心，一定被天神所厌弃。啊，好，对对对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刘志，我不服你，老子就是不服你。刘志，老子就是不服你，就是不服你。刘志，刘志，我不服你。我知道你不服，你说的没错。兄弟，我是不是朝廷委派，手里也没有印信，对，我没兵没马，我什么都不是，但是是大家愿意让我干这个头，我也愿意干。我今天也告诉你，我还干定了。我能保证乡亲们吃饱喝足不挨饿，你行吗？我能保证乡亲们不受外道的侵扰，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你们给我踹下来呀！我不愿意干。你们另显玄德，我没意见。我这么说你满意了吗，兄弟？这还差不多。喝酒，我就是不服你。来来来来，来喝，来来来来，喝，弟兄当头，我们听他的。